常普通打工人永远不知道中国的摆摊小天才到底有多强。随着摆摊技术的进步，越来越多的人才涌入摆摊领域。据史料记载，早期的摆摊小天才们善于用吆喝的方式吸引邻里街坊。菠菜燕麦，没点才艺还真不好意思出摊。时间久了，他们甚至学会了借力打力之术。也有一批不正经的商贩成天以愚弄顾客为乐，这种现象持续了很久，直到有一天他们遇见了真正的王者。